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月二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在国内增加一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是北部第27个伫病院所请的印尼籍查甫看护。针对武汉肺炎疫情，大家在南疆跟清漂表示，政府若无下令，一切拢会照本地规划进行入境进行。台北市发生一个民众爱在居家检疫，却偷走出去两摆，落尾结果强制集中隔离，也该罚六万块。头先，咱来关心台湾国内武汉肺炎群组感染的情形。国内第三层家庭群组感染，佫增加一位感染者咯，是伫病院照顾第27个印尼籍看护。台湾目前也到达已经有32例咯。对今仔日开始，病院的探访时间也有做限制，而且也爱强制登记。另外，台湾也把移动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二级警示。在北部白洋淀武汉肺炎群组感染搁在扩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在进前确诊的北部80几个老先生，除了伊的牵手大汉后生、细汉后生甲孙拢确诊，伊住院期间30几个印尼籍看护，二人也确诊，是国内第32例。目前正在针对他，照顾完这个老先生之后，那他的一些行程还在跟他在做最后的确认。指挥中心讲，这位看护是非法移工，本来找无人，尾仔警政单位到三工才找到。找到时阵，伊正伫咧另外一间病院照顾另外一位患者。好佳哉，伊伫院内接触者经过采检拢是阴性，院外接触者怎么正伫咧对查？另外，国内上少年的确诊个案，十一岁查甫囡仔补习班54位师生拢是接触者，也要求伊的同班同学爱居家隔离14天。如果是跟他同一个班上课的话，那就是居家隔离啊。如果说不同班上课的话，我们就会请给他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为了要强化院内感染管控，病院的门急诊出入拢爱分流。就特定时间才能来看病人，每一位住院的病人限两个人陪，长时间陪病者，譬如讲看护，每一天限定一回，而且所有的访客拢要登记，以避免疫内感染。所有进出病房，不论访客或陪病者，都必须采登记制，同时会询问 TOCC 相关的旅游史跟接触史。在国外部分，考虑到伊朗最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增加真多，所以把伊朗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的警示。死亡的案例也一直在增加，虽然的个案数没那么多，但是相对的属于相对的严重，所以我们也宣布在伊朗我们升到第二级来。另外，自中国欧巴登到台湾的肺炎病少年甲伊老母，第二遍采检是阴性，将会送到集中检疫所做14天隔离检疫。那是伫泉州公主号游轮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留伫咧日本治疗的五位台籍旅客，已经有两个人出院。指挥中心讲会安排因回来，等到台湾了会先到病院采检，确认阴性了，再予因回去厝内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三月小马祖特别开始咯，大家电南宫伫透早宣布讲，政府若无下令禁止或者是延期疫情，大家马祖绕境进香拢会照规划来举行。另外，白沙屯马祖进香活动，庙方也讲一切拢会配合政府办理。啊，绕境咱较内行，防疫管理卫福部直接专家，针对着三月全台小马祖啊绕境卫福部。请做出专业的判断，让各公庙有所遵从，叫迈去我买遵守。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二日宣布，原本定伫咧3月19开始的大家妈运景，伫咧政府无下令禁止或者是延期进行，会照常来举办。啊，不过运景的规模会变小。今年重点起家宴、新港奉天宫祝寿大典等等活动拢取消，马祖乱叫嘛袂入去主题或者是宫庙，民众嘛袂当乱叫卡，沿途阁会设防检站，加强防疫管理。卖无叫，也卖乱叫卡，这个双手合十祈求，嘛是赶快省心。接下来的经费率先捐赠3000万给疫情指挥中心。马祖文景是宗教界真闹热的大代志，啊，不过即马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庙方希望中央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而且大家嘛文景卖去分林西的复兴宫，庙方卖甲防疫工课做好。一并秉持啦，咱配合大家酒精消毒甲迄个消毒水，平安餐、公餐，请民众注意，
环保参观身旁，定期消毒。另外，让大家真注意，还有逐年拢会写加班的休客来参加的白沙屯中天宫妈祖去北港朝天宫来进香。庙方即马是指出，会将防疫的工作做好，除非中央有宣布，那不会照常举办活动。除非说政府他硬性说，哎，你发布所有的户外活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配合啊。第二年度宗教六日活动甲预防疫情的两件代志之间，要安怎来准则？各宫庙拢决定讲要加强防疫工作，而且嘛会配合政府的政策。离白沙屯甲大甲妈文景还佫有半个月至一个月时间，到时阵敢真正会当顺利来举办，该看疫情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针对 AA 定定的庙会，内政部长徐国勇搁再强调讲，大型宗庙活动就要先做延期的备案。也若拜日拄通过纾困特别条例，内面有写到，予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决定敢要取消大型活动。但是中央强调讲，就要评估过才会当来宣布。也讲到疫情的发展对大型活动是真不利的。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以外未少民众带着水暗到庙祠拜拜。大龙峰保安宫连办三天的扫荡运一发挥，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来拜拜。对着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大家妈祖绕境宣布如期举办，不过若是中央命令禁办，也会配合延期。徐国勇搁再向宗教界来呼吁，大型宗庙活动一定要有延期的备案，会甲宗教团体继续协商。到现在就是请。立即务必要做好延期的准备。严董事长哈，啊，大家也都是立法院的老朋友嘛哈，他也提到说，啊，如果政府机关真的有什么啊指示，或者是政府机关因为防疫的需要的话，他们都会全力配合。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徐国勇强调，内政部对宗教团体是服务机关，指挥官是维护部长，每一个部会拢是协同指挥官，唔是由什么人做歹人，什么人做好人，最后决策由指挥中心统一发布。但是中央讲，即阵疫情发展对大型活动真不利。妈祖哈是慈悲的啦，我们应该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互相来照顾了。好，最重要是说不要让妈祖忧心呐。二五则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第七条命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止控制疫情需要，第十四必要之应变处置命令也是出示，予指挥中心有权力决定是毋是取消大型活动。面对疫情发展，未来是毋是动用优先指挥权，也佮有决定的标准，也受到大家关心佮注意。我觉得越明确越好哈，到底可以不可以办？因为现在老百姓都在看，但是我认为特别条例的第七条。紧急的应变跟措施权，不要轻易动用。民进党立委陈文平无建议马上动用第七条，建议表示方面搁再考虑，若无继续办落去，恐惊有争议。而国民党的林维洲是认为，中央指示应该明确，赶紧定出统一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在今仔日中昼有八十多间的宗庙做会开会，决定要做会停防疫政策，要取消最近的大型宗教活动。桃园市长戴文灿表示，感谢宗庙有考虑到防疫的问题，也相信众神慈悲，市民一定会谅解。众神护台湾，赞！桃园市八十个宗庙代表中昼做会开会，针对廖景丁大型的庙会活动做讨论。最后现场无记以拍波的方式通过，即个来维持民俗敬拜，全力听政府防疫政策，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我们三月份办的哈中立骂客家，客家回千人宴，哦，我们就取消这个办这个活动，都跟人家乡拜拜，哦，准备行礼水果等等哈，那么来敬拜以外，那么不采街，不绕境。啊，不请那个舞剧团那么来表演，不要聚集很多人。因为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拢伫咧宗教场合发生大规模的群组感染，伫国内也伫咧讨论要停办或者是缓办宗教的大型活动，防止武汉肺炎伫台湾扩散。针对大型群聚活动哦，应该采取比较高的标准，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同时哦，也要降低哦我们医护体系的负担，让全国能够集中力量来做防疫工作。丁文成讲，对着疫情的发展，要有不同的防疫对策，也感谢桃园市各大宗庙考虑到防疫的需求，停止或者是减缓大型的宗教活动。但疫情过一段落了，再恢复景点，会更加安全闹热。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下令讲，要求新北市学校要取消毕业旅行，台北市也对咧宣布暂停。另外，五月二十总统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也讲，暂且停止筹备工作，也若只有疫情的记录，就袂来举行大型的群聚活动。严防武汉肺炎疫情，大伽马疗警活动敢要办，引发各界议论。总统翁义康就职典礼嘛是大型的活动。总统蔡英文伫面书大文指出，为着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已做出三点决定，包括暂停筹办活动。若是疫情有疑虑，翁义康个别举办大型的群众活动，一切以配合中央流行以及指挥中心为主。目前的筹办工作都暂停，那接下来到时候会依据当时可行的时程。跟那个届时疫情缓解的状况，好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跟设计。蔡总统带头宣誓要为防疫起模范的作用，但是地点却予台北市长郭文泰讲出来。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大概六月会正式开幕，不过在之前应该总统就职典礼打算在北流办有这个计划，不过但现在有牵扯到疫情，我都不晓得。南港新兴公园启用观摩体，敢那有地书？对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妇幼医院区，敢是要清空，变作是应变病院？伊无要做回应。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为了避免群聚感染，伫市政会议的时阵，唔那要求伫秘密空间一定爱挂嘴罩，搁直接下令取消毕业旅行。那老人家的一些相关的秘密式空间的活动，我已经下令都取消了。包括新北的毕业旅行也取消了。台北市嘛宣布，伫五月初四之前暂缓实施学校大型集会活动，像是毕业旅行、校庆等等。教育部是尊重地方政府的考量。另外，伫新北市提出纾困方案了后，嘉南市早起嘛公布因应配套措施，包括持有房地租金优惠，三月甲四月两个月租金每一个月会当减30%，也佮有地方税延期、企业融资纾困、甲振兴商机等相关方案，会当讲甲新北市差不多。刚刚有减少30%，比新北市的20%更加高。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负担的，所以我们尽量的来给予支持。目前北部地区到嘉南市维持零确诊，严防武汉肺炎疫情，市长林佑昌已经宣布取消大型活动，要等到疫情较稳定，才去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台北市出现一个爱居家检疫的民众，煞偷走出去两摆，佮走去公共场所买物件，落尾也甲伊强制送到一种检疫场所安置，前前后后总共甲伊罚6万块。在台北市出现全国第一例居家检疫者四处乱走，结果被强制移送一种检疫场所安置。台北市卫生局第二个分别对两位离开指定场所的居家检疫民众罚1万加5万，其中罚5万即大部人。二月十三日，中港口入境，照规定要居家检疫到27，不过伊二十出去倒垃圾，又搁去卖场买物件，四天后搁出门。第一遍罚1万，第二遍罚5万，也送集中检疫场所安置。现在都是用手机监控，他只要离开那个区域，现在的手机都从后台直接警政就会接到通知了，就是现在是无所遁形，不会因为他违规而多增加2天吧？吴珊珊讲，民众若违反国家检疫的规定，拢比较办理送集中检疫场所。台北市卫生局统计，自初二到二月已经有67个人被罚。另外，台北市宣布五月初四之前暂缓校园大型的集会活动，像校外教学、见面的露营、外语会、体表会、游泳课。严格小剧团这个密闭的场所并无禁止，是不是变作防疫的破空？小剧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是因为我现在把它取消，我没有档期给他。那这个东西会有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的问题，我们朝向大型密集场域尽量避免甚至延后取消的方向走。吴珊珊讲会看各案做协商，不过无对大型活动下禁令。另外，逐天拢有10万多人出入被市政大楼，自3月开始，民众要来办代志，就会统一经由红外线棒体温，才能入去市政大楼。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也让全国的嘴暗受到管制，不过在桃园煞有一个在网络用直播卖物件的生意人，竟然乱开介绍在卖嘴暗。另外，有人趁着机会在乱传假消息，讲到有影有假，警方也正在追查这个假消息的源头。
甲一包搁一包的嘴暗弹出来，特别这款宣称有三层防护的医用嘴暗，这是一个大头黄细弹的查甫人，伊伫咧面测笔电三 C 达人直播拍袂忘卖嘴暗，五十个介绍爱千五块，伊搁对这挂嘴暗挂保证。三层防护不是医疗等级，没有效果，东西不用回来，钱退你。以上本人行为，如果有牵扯到法律上问题，本人一人全扛。OK。调查局人员发现，细弹的查甫人自二月初六开始，嘴暗的订单总金额有76万，卖数量晚三万呢。经过调查，约谈伊含相关的涉案人员，则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早起顶做医生侦办，检警拍饼查蹲嘴暗卖关格，同时也搁查到几人家散布疫情的假消息，像小龙马将团的官方网站散布武汉肺炎含流感会乎台湾人口减一半，搁有着武汉肺炎免就医，只要听小龙唱歌加入中华中正党就通治疗，即款误导的假消息。刑事局已经介入侦办。少龙的歌声能够救你一命，那肺炎流感不用怕等文章了。内容与上述的道主招式内容相当类似啊。那案经本局通知徐信，还有那个秘书长李信来厘清案情。警方呼吁了这民众千万不要制造不实的讯息，以免影响社会安宁。赖群组摇人转团，黑白武汉大口罩处顶拢有夜拍不实影片，含网络某部论坛使用者散布补办新和花台清七人无体检的假消息，相关涉案人员拢已经受法办。记者李定、张玉水、曾志祥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2020年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比赛，本地是3月初1日来举行，却因为伫意大利有一个带病人去参加马拉松。台南市长吴伟德也决定讲，要把这个马拉松比赛延到10月中。不过，高雄的港都杯招标比赛是关系到选手的人生规划，因也决定讲要照常举行。工作人员当无用咧布置会场，就是为着3月初1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但是面对正严重的武汉肺炎疫情，台南市府二六问过专业医疗人员、甲承办单位讨论。虽然已经做好防疫准备，但是因意大利有一个确诊病例参加马拉松比赛，产生超级传染者的不幸事件，台南市长黄伟哲二六宣布古都马拉松延期举办。基于安全考量，基于防疫考量，基于这个整体的防疫工作的负担来讲，古都办成马拉松决定延期。从3月1日延期到10月份。今年已经是第14届高度马拉松，赛道经过台南市的真侪古迹，除了风景水以外，主办单位这几年来结合富城好食的物件，提供真侪食食给参加的人来品尝，这侪年来变作一个大特色，当年拢成10万人来参加，尤其是国外的人士来体验富城的重要活动。虽然大型的室外活动有群聚危机，但是高雄港都杯电竞锦标赛却是因为关系到选手升学、国手栽培、甲全中运参赛的预计，是要照时间举办。除非中央有特殊的针对大型的户外的赛事或者是活动有相关的建议或措施的话，那么地方都会配合办理。不过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有这样子的提醒。最近大型活动举办，嘛因为武汉肺炎哪来哪严重，引发外界关注。高雄市府认为中央无定出明确的停办标准，也是建议，嘛让主办单位真伤脑筋。照常举办的活动甲赛事，嘛敢那会当呼吁民众加强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在昨天中小学中开学了，不过全台湾有578学生去到学校讲，才发现讲因伫咧发烧，也随请因登去处理休困。教育部也会针对一挂较大间的学校，甲电子导检的数量补较高，和防疫的工课会更加周全。学生这边我3000人，新北市永和高中设置红外线监测机器，超过设定34度，还佫量耳孔的温度，发烧就先隔离，予家长带登去。教育部统计，2月25日开学日子，全国300万名中小学生，有578人伫学校量体温发烧，予带登去。那目前我想，对于开学这两天的情形，大致看起来都还能够学校啊充分的去做防疫上的这些准备工作。开学日子大致上顺利，不过全国上大高职高雄中山工商有7400名学生开学，因为体温测无够，红外线监测器刚完成一台，先用一个一个量体温来补救。教育部长讲，第二批体温测下礼拜进行会送到学校。
一个就是开学前这个有个梯次，总共有12500只，那另外12500只啊，也会在3月2号应该连续假之后也就会送达哈，那可以啊，尽快的再来补充各个学校哈。学校防疫方面是真多，教育部讲按防疫机制来建议，并且尊重地方采取的适当措施。2022年2月要少数大学开学，以政治大学来讲，除了个人的健康管理，各医馆拢设置体温检测站，也个手拢爱用酒精消毒。我们的策略哈，并不是以封闭校园作为基本的考量，而是从进入院馆，尤其是教室，避免说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状况。大学内底环境更加开放，外来人也多，正在赶紧买三台，热箱机器放伫两边的校门，立即开始运作。教育部讲，多数大学3月7日开学，已经有防疫咨询小组到学校防疫防疫技术协助，开始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伫旧年底和台中市政府发的问题，环保署局长撤销台中火力发电厂相关的裁罚。台中市政府认为讲，这无符合法律上的撤销，听候收到公布了后，就会提出行政诉讼。去年12月份，台中市政府认定台中火力发电厂拖拖泥使用量连续3届客站，拢超过许可证的核定量，3届拢以违反空污法来告发，而且废止2架小拖拖机组的操作许可证。啊，不过环保署认为台中市政府的认定标准有错误，程序嘛违法，如果撤销对中火相关处罚。我们曾经也发文给台中市环保局，请他们去更正这个处分。所以但是台中市环保局并没有去做后续的一个更正他违法处分的这一个事情，因此我们才依照行政程序法117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去做整个一个撤销。环保署调查中火防处罚的3届拖拖其实拢无超过标准，经济部是指出，撤销处分了后，中火去用废止的2架机组会当重新转去电源新闸的状态，伫咧台中市政府还未准备发布进程，会当照原则继续来操作。减少燃煤发电、减少排放这一件事情，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我们也有步骤、有方法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动，那它的成效。事实上，数据会说话。不离个针对环保署撤销中火处罚，台中市政府是真不满，认为已经侵犯地方自治权。发照啊，撤照本来就是地方的权责，那环保署不应该为了护航这个中火呢，牺牲中部人的一个健康的权益，那同时呢来剥夺我们地方的一个权利，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哈。台中市政府表示，照行政定数法第117条的规定，那撤销对工业有重大危害者，未当撤销。环保署撤销处罚了后，中火第一当一概使用10架机组，对中部的空气污染影响是真大。而且环保署若是要撤销行政处分，应该报请行政院来做，不是由环保署家己来撤销。台中市政府后续会继续提出行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猪肉的价钱，伫过年了后都无变较悬，甚至比去年同时间阁较歹。有资料显示讲，最近进口的冷冻猪肉有较济，甲会影响到台湾的肉品市场咧。农委会表示讲，进口猪肉拢是用伫加工，也若台湾的肉价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可能是农民饲的猪伤过济啊。看猪条内底猪仔仔真健康，活动力真好，猪农恐吓富贵的人笑眯眯。但是若是去想到讲最近猪价败价部分，心情就真叮当。伊伫咧卖了饲15000只，但是即马一个月有2000只卖袂出去，损失真大。那一个月啊，了本了100万。今年哦，猪仔量再一摆加出来，这是政府评估无准啦，啊，所以成在落价。啊，希望政府啊，快当赶紧紧来想办法无。来教阮渡过这难关。猪的价钱最近涨价，已经达到每公斤57块左右，比去年同期落了一成。猪农认为讲，原因之一是政府无限制进口猪肉的量，才会冲击到国内。不离个农委会表示，价钱落的原因真多，除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变严重，食外口的人变少，另外一个更加明显的现象是猪农过期。去年统计已经发现增加70000只。
因为非洲猪瘟的疫情造成他们认为全世界会有缺猪的现象，但是呢，忘了就是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可以主动把这个外销的市场打开。另外，台湾伫要变作靠体液肥业区，嘛，互农民认为讲有外销的机会，所以增加饲猪的数量。啊，若是进口猪肉量增加，过去这三年成长是真明显，超过8万吨。其中加拿大的猪肉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无法度销去中国，部分改换卖来台湾。农委会指出，进口的猪血味较重，大部分是客去加工，国产猪肉伫咧市场也是较有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细分明，南韩武汉肺炎的感染者在今仔日一日就增加284人，其中阁有一个是美国驻南韩的士兵。南韩到达的确诊病例也已经超过1260人了。南韩第二十六几天增加武汉肺炎病人超过280个人，患者人数拢总超过1260个人，佮出现了第十二个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73岁的新天地教会的教徒。대사세환자는대구경북에서발생하고있으며신천지교회신도들특히이후증상자에대한검사를집중하고있기에환자수가많이나타나고있습니다新增加的病人内底，阁有头一个驻韩美军的士兵。根据官方网站的资料，被围着的美军士兵是驻守伫庆尚北道的卡罗尔营区，为21日开始住伫卡罗尔营区，第24日捌去过大区的沃克营区。这名23岁士兵目前伫基地外口家己的厝内底进行居家隔离。伫25日，一只首尔飞去中国南京的班机伫落地了后，有3名中国籍的乘客发烧。中国当局马上隔离，飞行机面顶换发烧乘客94名旅客。另外，伫东西区大库市，因为副市长室的职员伫25日确定患着肺炎，和大库市宣布关闭市政府大楼进行消毒，数百名市府职员必须爱伫厝工作。伫迄一天，南韩总统文在寅伫大库主持会议，大库市的经济副市长李成浩嘛参加会议，伊都互人怀疑可能患着武汉肺炎，经过检验证实阴性，也毋过李成浩的秘书确定患着肺炎，对文在寅是毋是嘛爱居家隔离嘛引起。정부는군과경찰까지투입하고민간으로인력의지원을포함하여범국가적인총력지원체제를가동했습니다코로나19의지역내확산과지역외확산을반드시막아야합니다同款疫情真严重的日本，除了国内疫情继续拖，目前已经知影北海道一名老大人患者病重死亡。加上日本国内除了游轮乘客以外，第二个死亡患者。另外，为游轮船长公主号落船的游客内底，已经有40多人陆续出现发烧的症头，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拍算要要求停止，也是延期大型的体育比赛和活动。而且，为27号饭店开始禁止要去过南韩大区和庆尚北道青岛群的外籍。游客入境。记者连线报道。武汉肺炎在意大利是传得真严重，目前已经超过320人确诊，10人死亡。在意大利边的国家，亲像瑞士、奥地利、加克罗埃西亚、阿尔及利亚，拢出现病例。包括西班牙和法国的感染者，其中拢是有捌去过意大利的。意大利的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超过300个确诊病例。虽然有11座城市进行封城，啊，不过疫情已经对北部上严重的伦巴第等等的地区开始向南边伫拖，包括西西里岛、托斯卡尼等等的所在嘛出现确诊病例。意大利六个附近国家的卫生部长甲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2号伫咧罗马召开紧急会议，啊，不过会议决定讲暂时袂甲边境关起来，认为讲无符合比例原则，也无法度发挥上大的效果。但是意大利北部的国家瑞士2号已经出现头一个确诊。Dispersé dans la population, dès on va certainement changer la stratégie et changer aussi les mesures.啊，那是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一个最近捌去过意大利北部的附近人确诊。另外一个捌去过加纳利群岛面顶的田尼利福岛度假的意大利一个医生甲伊的太太嘛，小连续确诊。因两个人住的饭店超有1000个旅客，饭店已经要求讲袂当离开房间，等待接受病毒检测。西班牙卫生部长伫咧2号即天嘛，紧急出面来甲大家发声。So we are in the phase of contention. There is no transmission in Spain at this moment.
奥地利阿尼比苏山区，因为斯布鲁克的澳洲大饭店内底一个意大利籍的女性员工，还佮伊的男性共伴，如果证实确诊，嘛予奥地利出现确诊病例。目前这个饭店已经去向封锁。克罗埃西亚如果会头一个确诊病例，嘛是有意大利的旅游史。啊，若是法国如果是佮新增加两个确诊病患，累计已经十四例，一个是中国籍的查甫人。另外一个是单对意大利伦巴第回来的法国籍查甫人，意大利已经去予号做欧洲版的武汉和欧洲版的大区，法国也有可能面对国内的疫情大爆发。法国政府已经替国内医疗人员订吃百万份，会当长时间来挂 P95 型的嘴安。不过法国要求表示，目前工厂的工会报告也有可能会出现无嘴安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的武汉肺炎感染者也增加到57人，美国联邦卫生部和相关的单位也开始认为说，出现社区传播是紧张办的代志。另外，也有大学的医学中心正在准备对抗武汉肺炎的药啊，瑞德西韦人体实验。原本航调伫咧泉州公主号游轮面顶的美国民众登去国内了后，目前还搁伫咧德州的军事基地接受隔离观察。对确诊患者累计到57个人，卫生主管机关改变进前的态度，认为伫咧美国境内早晚会发生武汉肺炎的社区传播。But a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experience community spread, successful containment at our borders becomes harder and harder. Ultimately, we expect we will see community spread in this country.It's not so much a question of if this will happen anymore, but rather more of a question of exactly when this will happen and how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ill have severe illness. 对这件代志，卫生官员呼吁所有公司的机构，包括企业和学校，若是设备稳准，就尽量透过实行会议或者是远距离教学来维持上基本的操作。外电报道指出，美国目前仅仅是医护人员都需要3亿个外科手术等级的嘴炎，啊，不过全国的存量仅仅1%，超3000万个。卫生部已经向参议院要求紧急拨款25亿美金，用伫咧防疫设备甲物资。啊，若是伫咧开发新药的方面，由吉利德药厂开发的实验性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嘛伫咧2003年 SARS 开始的期间发挥一挂效果，而且美国境内第一例武汉肺炎的病例。伫咧接受药物了后，症状有改善，啊，毋过敢若一个样本的代表性报告，阁等待进一步的临床试验。The plan for the trial is to test in close to 400 patients. That's going to be the total amount of patients we're going to enroll in a trial. The trial is going to involve about 50 sites globally.做回进行试验的，啊，佮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传染病研究所，啊，毋过第一关就出现障碍。主持计划学者指出，受测者少人的部分并无理想，除了民众，还佮有疑虑。另外，其他药厂嘛提交实验室的药物予国卫局，希望佮会当参加测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东京奥运将会取消的，国际奥会主席委员迪克庞德认为讲，武汉肺炎疫情正在拖，东京有3个月时间谈何做决定。日本奥运大臣表示，这不是国际奥会意见，目前照本地规划正在筹备。香港的财政司长陈茂波在今天宣布说，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会分到10万元的港票来鼓励因民众去消费。不过，这个政策也会让香港政府的财政负担是愈来愈严重。另外，香港在下晡搁再增加4位感染者，其中也有人是跟佛堂的群组感染有关系。有专家也烦恼讲，开始出现超级传播啊。我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日前宣读新的财政预算案，将会对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发10000元港币，鼓励消费，舒缓民众的经济压力。预计有700万人会摕到，经费差不多是710亿。另外，还有一挂民生纾困措施。陈茂波讲，受到外围经济和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明年政府财政赤字预估是1391亿，是香港回归了上悬。我非常支持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同埋希望立法会咧能够尽早通过呢个拨款嘅议案。香港地首林郑月娥也发声明支持这项预算案，伊讲相信即款措施会当帮助社会团结最近对抗疫情，也当刺激消费，回应市民嘅期待。但无曝光目标是暑假时阵市民开始收到钱。对财政的赤字，政府未来增加收入的方向，包括无排除要调整税率加政策性的细项。在疫情方面，例如香港佫增加4名确诊个案，也佫就会可能甲北角活动有关系个案。
咁佢就係49歲嘅女士，咁佢係家庭主婦啦，為嗰個佛堂嗰度咧就係做義工嘅，咁主要就係負責清潔，咁所以佢每朝6點到8點到咧就會喺嗰度幫手清潔嘅。香港媒體報道，北角活動目前已經有8位有關人士確診。卫生署另外也伫咧活动内面的环境样本发现病毒，包括经书、柜子、便所的水道头拢有。香港大厦感染加传染病中心总监何百良讲，活动已经出现超级传播，未来相关的确诊数会搁再增加。香港政府也希望宗教活动要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美国连续两天拢跌真济，连带影响到亚洲股市表现。台股早盘落600多点，就算盘中有较低，不过收盘也是落106点。武汉肺炎疫情全世界一直传，美国三大指数继续大落，道琼指数二五收盘阁落879.44点，连续两天落超过3%，也影响日本、韩国股市二六开盘落1%。台湾股市也止跌未调，一开盘加权指数就落71.63点，盘面拢轻顺顺大落超过100点，一度超过半年线。尽管盘中有小可较回起，不过中场也是落了106.61点，收在11,433.62点，成交金额是1,757.05亿。观察到今天开低之后，其实股价都有慢慢的往上弹升的一个情况。好像台积电基本面其实是相当不错，跌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外资也愿意低档来做承接，才造成股价啊呈现一个开低走高的局面。除了台股收盘是落以外，日经225指数收盘也大落179点，韩国综合指数收盘也落了26.84点，香港恒生收盘是落了196点，达到0.74%。随上台股早盘除了造纸类股以外，其他各类股拢轻顺顺，尤其是具有指标性的苹果手机概念股，更加是全面行低，包括台积电、大立光、甲鸿海拢跌超过1.5%。目前是，我就觉得目前还没到失序的状况。现在的跌幅是，目前来讲是跌幅是大概0.79%嘛，哈，比起欧美的跌幅相对来讲比较小，也比日韩都要小。日日全球股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时阵，市场也烦恼讲原油需求会大大减少，好滴原油期货计数二是大落将近4%。中油讲，即阵的供给甲需求面情况也未明朗，暂时也无大来评断国际原油计数起落的情形。不过一般预测，原油计数应该会伫个每桶53到63块的美金中间来回。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压未落来，观光产业也受到真大影响。交通部也公告讲，转型培训补助，只要是观光运输相关工业会，拢会当来申请。逐摆上悬会当补助300万，参训人员达人达个月上悬补助18,960块，拢是替未来的观光市场做准备的。武汉肺炎疫情大大影响经济，消费市场快速萎缩。除了挡袂牢的店头陆续关店以外，观光产业也是一直发艰苦。新就业者发讲要放无薪假。交通部因应疫情影响，公告培训补助计划，即便是依法登记的旅行社、旅馆、民宿、观光旅游业、领队导游、游览车、小客车、计程车这相关工会、协会、法人组织拢会申请。补助是纾困，然后一方面呢也透过津贴的发放吧，让这些没有工作的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维持生活。补助要点支持办理培训课程的研新生补助金额每一摆上悬300万，来付江苏终点费、培训需要用的游览车、教材文具甲成果展示费用，并且依照实际参加训练时数，协助每节参加人员每小时158块转型培训费用。补助时数上最每人每个月120点钟，相当每个月18,960块。即日起开始实施，补助时间半年。司机啊，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个职能的训练，那补助。助他和一点生活费，最主要我们是有一个贷款的一个压力，尤其是游览车，也不可能高达要900万，我们的贷款啊，大约有在70-80%。旅馆来讲的话，有固定的培训嘛，那如果政府多给补助1.8万的话，那对于未来来讲，让员工能够未来的工作的效率能够提升，这个一定会有帮助的。业者认为，除了培训补助计划以外，也希望政府应比较 SARS 时期减免业者盈利事业所得税、甲部分房屋税、用水延后也是利息补贴，协助观光产业渡过困境。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伫昨也公布讲，台湾上届少年武汉肺炎感染者是一个11岁囡仔，真侪家长也开始烦恼。不过感染科的医师也表示讲，根据研究，囡仔甲少年人的免疫力较好，较袂致病，就算是感染也袂真严重，请民众放心。国内武汉肺炎上少岁确诊去划掉个案是一个只有11岁查甫囡仔，加在个案采检时也袂开学。不过，伊捌去过补习班上课，引发真侪家长的惊吓加烦恼。对此，国内感染科医师讲，对真侪研究发现，囡仔甲青少年去划掉新型冠状病毒机会其实是真低，就算划掉，症状也是真轻。可能儿童的免疫反应跟成年人不太一样，因为你疾病的严重程度呢，一部分是决定于病毒感染，一部分是决定于你的免疫反应。免疫反应不恰当或者过强的话呢，疾病就会严重。那儿童的免疫反应可能是没那么过当。医师讲，新型冠状病毒甲流感病毒真共款，对着人体免疫失调，亲像有慢性病、三冠一病，也是红斑性狼疮这主体免疫疾病患者，较会去划掉。一般健康的大人较袂受到感染。另外，有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代谢时间比 SARS 还较久，所以讲复原时间比 SARS 也较久。它的病毒要排泄蛮久的时间，可能要排2-3个礼拜甚至更久啊。那这样子呢？就会使得他的传染期会拉长，能够出院的时间就变晚。医师强调，无症状划掉人是不是有传染力，爱看医生区的病毒量。那是病毒量高，可能会划掉给别人；那是病毒量少，就免伤过烦恼。不过一般是等其他人出现症状，被确定划掉了后，翻头等来检查，一个一个找，才可能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未收煞，也予隔离的民众一再增加，所以也发现讲有一挂防隔离的民众有一成的人会出现紧张、郁卒、未冷静的反应。医生也建议讲，因爱做一挂代志来转移注意力，而且亲戚朋友也爱甲因加鼓励、加关心，陪伴因渡过难关。用电话对谈，搁看病房内边的影像，精神科医生正伫咧对隔离者做心理评估，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扩大。被隔离者各大采检人数一直增加，高医一日访视了后发现，隔离病房内面的疑似个案有一成出现情绪困扰的状况。那我们的评估里面大概也就10%的个案，一成的进驻的患者，他会出现极度焦虑的情况，而会有失眠、担心，那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放下，那对已经出来安全的结果还是会有所担心这样的情况。在隔离病房独立的空间，即个来增加医护人员接触，一个承受有可能的调病，一个隔离进程，厝内人甲朋友是毋是被感染？隔离结束了，别人会安怎看现？一个经济收入即款多重的压力，精神科医生会建议隔离个案看书、耍游戏或者是运动，转移注意力。也需要出来人跟朋友对应的支持，电话啦，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方式来给跟这个个案联络或给予他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过去在隔离的一些精神压力里面，其实影响因素最大的其实就是他是不是还有得到其他社交或是人际方面的支持。医生讲，大部分的人都会当承受短期压力，严格时间若延长超过2礼拜，或者是过去就情绪方面的变数，就可能造成长期的身心影响。即款被隔离个案，以后拢爱继续追踪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政治新闻。敢要支持立委鲍昆奇恢复国民党籍的议题，也变作傅良斌甲立委江启臣拼党主席补选的话题之一。就连下晡的中常会，鲍昆奇案件也变作讨论的重点。无党籍的立委鲍昆奇敢会当恢复国民党籍，还阁卡掉嘞？嘛，正做国民党主席补选的重要议题。前副主席傅良斌听鲍昆奇是一点啊都袂烦恼，会流失少年的支持者。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立场很清楚啊，就是傅昆奇委员在过去几次总统大选，他都是支持国民党，而且现在他已经加入国民党党团的运作了，所以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我是乐观其成的。立委江启臣是认为国民党确实需要朋友，不过强调讲拢有制度会当遵循。想要回复的或想要加入本党的这些未来的同志或者可能的同志们，其实也应该去思考，看是不是用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
来增加这个加入的一些正当性。国民党主席补选已经是上尾的两礼拜，二六下晡的中常会，鲍坤奇恢复党籍案正做讨论的重点。伊的夫人市政委是花莲县长，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亲身出席，对鲍坤奇的争议态度是真保守，等到是对前党秘书长金普聪有话要讲。你看金普聪多次骂他，还用什么病毒啊，今天说刺耳啊什么这些的。我想台湾是一个这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心量有多大，路有多宽。我们没有新的暂代的考纪会主委，那我个人还是建议说，等三月七号新的主席选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去做讨论。根据了解，为着鲍坤奇敢会当恢复党籍，在中常会讨论真激烈，也通过由科技委员周秀芬代理主委的职务，任期到三月初七，按算会审议鲍坤奇恢复党籍案。记者综合报道。在1914年启用的高平溪古铁桥，是当当时亚洲上界长的铁桥，而且这班桥也有健臂功能，而且这个铁桥呢已经是固定高级啊。屏东县政府也伫边啊设一个铁道文化公园，希望正房会当把这个历史记牢牢。屏东县高平溪古铁桥最近才附近的环境变得真清幽，屏东县政府向中央申请经费，把古铁桥附近的铁路环境重新改造，规划做铁道文化公园，也特别把旧桥人大的厝保留下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后面这一栋房子其实是以前我们守桥人他自己盖所建造起来的一个房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下淡水溪铁桥变成古迹之后，没有再行驶之后，其实这边。后续维护管理就没有那么的好，就变成以前是一个脏乱点啊。这一次我们就利用整个计划，把这边变成一个公园，把它打开变亮。这座在1914年启用的下淡水溪古铁桥，一般人嘛叫伊高平溪古铁桥。伊在1992年的时阵都已，即嘛是固定古迹。这座桥嘛是连接高雄甲屏东的重要通道，较早阁有军事功能，因过有旧桥人住伫遮负责损失。当时因为那个日军。他也有要南进，他建造这个铁桥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屏东的丰富的一个糖业还有军事用啊，这些守桥人就变成说除了有维护管理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的一个守护，对啊，如果说真的守不住了，他甚至必须要把整个桥炸掉。屏东县政府唔呐改造附近爬远的眷村，保留较早铁道五分啊车顶顶，希望透过环境改造，佮有铁道文化网络的串联，重新改善下淡水溪铁桥周边铁路眷村环境，让这个百年古迹成做地方的新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将军因为出产红菜头，人人也奉叫做是红菜头的故乡。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品甲食农教育，将军区农会也举办红菜头农业产业文化节，也让民众会当去田里亲身烤红菜头。一条一条都烤出来的红菜头，特条的青，搁红加真水。为着推广在地农产品，台南将军区农会特别举办红菜头产业文化节，伫咧现场展示各种的农产品，也予人体验烤红菜头的趣味。好，今仔去了解啊，红萝卜是生伫顶面，还是生伫下骹？要哪煎？啊，煎偌久的时间？一般伫咧市面上，咱所看到的红菜头，差不多两条都有一条是位台南市将军区所出产的。当地红菜头的年产值就有8000万元，所以将军区也去予人叫做是红菜头的故乡。逐年伫咧九月底是播种的时间，啊，那二月份的采收。虽然伫咧旧年年底有落大雨，红菜头的收成量有减40%，不过农会也是正积极伫咧营销红菜头，要予大家认识在地农产。咱迄个青年农民有伫家里边啊，青年农民所种的蔬菜，啊，要安那教咱啊消费者。要安那加工，也是要安那煮，咱这个红菜头啊，这个部分。将军区农会借这摆活动，让民众了解红菜头为保种、压肥到料理的过程，让大家了解食农教育也含土地感情连接我。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群少年多子，也就是总部，不愿意办岛文化失落去，串联全台湾各地头优秀的总部，甲实在大盘商，做伙来做手露菜。今日暗时，青春咱的帮，就要带大家来去品尝一下。几项啊，在地食材加上创意，就成做一出手露菜。
南投的都市阿元，因为对台湾料理真有热情，所以串联台湾各地少年都市，举办一场用台湾食材结合创意的餐会，展现出无同款的板道文化。为着台湾食材啦、文化啦，甲阮遮的职人的前景，大家做热血的收听，然后甲上好的展出来，予大家知影呢。夜台戏参会上个重要精神就是合作，每一个都市会安排卖唱歌，把台湾食材的特色，亲像变魔术同款，变作米其林星级的料理。在长期住伫法国有名的美食评论家，拢予因感动，专工带来国内支持因的理念。厨师、餐饮是一块文化的工作，重点是你有法度予遐在地食材加人的才华。展现出来的好的农夫，好的做产人，他有想要用心，然后把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作物生产出来卖给我们，我们靠这个条件把菜做好卖给消费者。把传统的板道设计做国际级的餐会，过程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甚至要牺牲做生意赚钱的机会。但是夜台戏一班已经是三档，传承板道不仅只是靠比手咯，是教教人因的理念和创意合作伙，捧出好吃和好看的菜色。记者陈怡津、余英宗采访报道。一个国家好做摩洛哥，因为中东国家的气味，才做真侪影片拢会去遐翕，亲像《冰甲火之歌》都是伫遐翕的，咱也做回来看。也是《冰甲火之歌》内底有一个罗勒湾海华城市，湾开城是真正有一个所在，就伫咧摩洛哥南部的古城艾本哈杜。山坡顶有真侪土色的厝，山脚阁有用来防御的城墙，这是由非洲民族柏柏人大约11世纪的时阵起的。目前还保存完整的堡垒之一，因为特殊的摩洛哥式土陶建筑。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冰甲火之歌》，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甲《神鬼战士》嘛拢是伫遮拍的。《冰甲火之歌》伫全球真受欢迎，拍片的地点亲像是北爱尔兰、马耳他、克罗埃西亚，嘛拢变作是影迷想要去参观的热门观光景点。但是艾本哈杜算是无啥物观光客要去。Et nous, on a intérêt à apporter une offre culturelle autour du cinéma qui soit plus structurée pour que les gens puissent s'informer sur les tournages qui ont eu lieu ici.艾本哈杜在红叫做非洲好莱坞的瓦尔扎扎特地区，有出名的阿特拉斯制片厂甲电影博物馆。但是艾本哈杜故乡内底煞无设任何电影相关的设施，所以真侪人唔知影这嘛是出名的外景地点。درناها حيت بغينا نديرو واحد لاموزي ديال السينما هنايا في القصبة ديال عيد بن حدو اللي كيعرف التراث السينمائي ديال عيد بن حدو. 北爱尔兰观光局看到这个商机，推出《冰甲火之歌》体验观光路线。当年写35万影迷去北爱尔兰观光，也有真侪少年人回去故乡吃头路，所以爱本哈杜的居民计划对制片商收集电影道具加相片，在古城内底去博物馆等等的设施，希望吸引更侪观光客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多变化，明仔载气象预报，咱也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3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巴西看因的嘉年华，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